不过很多人会觉得吃这样高热量食物没有关系，因为打打这个消脂针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出警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药物成分根本没有经过证实是有减肥的疗效。而台湾卫生署也表示从来没有核准进口过。国内医师提醒，光是靠打针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这脂肪给溶解，这样的夸张效果如果注射不当的话，甚至还会引起蜂窝性组织炎。宣称只要靠打针想瘦哪就瘦哪的消脂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式发出警告，根本就没有效。台湾卫生署也说从来就没有核准进口过，目前没有这样子的注射剂型的药品在国内核准上市。 FDA 报告明确指出，消脂针产品没有经过评估和证实效果，因为消脂针注射的药物磷脂酸胆碱和去氧胆酸盐临床发现并没有把脂肪溶解的夸张疗效，而且消脂针里面还会另外添加维他命、矿物质甚至类固醇，完全和减肥无关，价钱也不便宜，光是打一个部位平均就要花一两万块。医师就说这根本是在花冤枉钱。现在所有的针剂在卫生署通通都不是非常合法的原因是，比如说美白针、消脂针或者什么抗老化针，甚至什么回春针，消费者只要听到什么什么针的，一定要辨明说这个所有诊所他在背后所使用的药物。即使打完后赘肉看起来是少了点，不过也只是短期效果，因为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蜂窝性组织炎。美国 FDA 戳破消脂针神话，想瘦身的民众千万不要再受骗上当。中天新闻吴博弈、曾义平台北报道。